最新游戏、最新打法都在忘情水哥，耶、yeah!！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忘情水，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来打赛特的日常生活啊。今天准备大概五万分的分数，要来挑战一下赛特我们这个版本的选台实战啊，看一下今天可以爆多少分。那各位观众朋友，影片开始前也别忘了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想要进交流群讨论的那个朋友吼，也都可以点我主页的网址，然后来做加入的动作，免费交流，一起拉迪赛。OK OK， 废话不多说，开搞啦！那游戏开始前，一样用我们的5030测试法来测试一下现在的台性到底是咬分还是吐分呢、啊？哦，大家可以看到齁，刚刚像那一种下楼梯的盘面的话，它下面有吊甲虫，不管几颗的话，基本上我会追一下。算是这个版本测试到现在下来还可以的讯号。就是有机会也都帮大家在影片中就是随时的来测试一下，可能网友分享的讯号啊，或者是说我自己打下来觉得还不错的讯号。是都有在举啦，只是可能刚开始吧，台子都还没有热，感觉他举都是举那种绿色球。漂亮，削到红宝石了。通常个人呢、啊，经验下来的话，看到那场内盘呢，第一盘都有削到红宝石的话，我之后啦，应该就会开始一直陆续在找进攻的切入时间点。还不错，还不错，可以稍微加一点的。哇，200倍的没吃到。消红宝石，买看看。感觉要来咯，是有没有那么快？哈哈哈哈。那各位观众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消一个弓箭，倍数一般般。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齁，只要内盘的状况啊，像是有消到红宝石啊，或者是说大牌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免油啦，就是看他说有没有再丢百倍球出来了。如果说百倍都有再丢的话，就是可以做追的动作。那一次追我建议就是不要超过三场，
漂亮，紫色来一个 ，nice。哎呀，这边没有补丢一颗，小可惜。其实每个版本啊，它都会有每个版本微调的东西在啊。像我自己平常在打的话，我就是透过可能小分数，可能一转一分啊，或者是零点几的下去做测试。我个人都是觉得测试到了可能某一个这个版本的规律，其他的咬兔分的可能排型大概是怎样的话，我就开始做进攻或者防守的动作。十倍削到，漂亮。大概打电子啊，其实就是臀台的这个动作啦，其实就是有关乎到你后面爆大分或者爆小分，就是你种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嘛。我个人其实都是会去牺牲掉一些我自己的子弹来做臀台，然后让这个机台热起来的这个动作。因为这么多年打下来啦，有养台跟没养台，其实后面他要爆的那个分数会差蛮多的。因为毕竟爆分也算几率性的问题了。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可以透过一点点小小的成本啊，下去做养台的动作，再来进攻赛特，赢面的几率会大大提升不少啦。那我预计是大概养到差不多40000分就可以开始做进攻的动作了，大力的给它进攻下去，漂亮，平转的大倍数目前都还消不到，有点可惜。再来测一下免油，买了张机票干！像我个人啊，这一次的配速，因为带的子弹比较多一点嘛，我就是用10、24，然后再来可能就是36的这个跳法。那各位观众，如果说有想知道，你的分数要适合怎么样的配速的话，都可以私讯我主页的连结，大家一起在那个交流群做讨论。进场前呢，我们就是先自己设好一个停损或者停利点。哎呀，150倍没吃到，小可惜。补了一个1000分。那各位观众，未来如果说有想看那个忘清水啊，再出什么样系列的影片，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也请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是忘清水，感谢大家的支持。看起来现在状况又还好了，我们先平转找一下讯号。哦，血，直接进免油转转转转烂转烂，看一下这个免油开的怎么样啊？
感觉就还在咬哦。没事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啦，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会直接撞他。今天就来帮各位观众也顺便测试一下这个版本是不是？哎哎哎！才刚说要帮你们测试而已，他就啊哎呀，消一个吧，红球的嘞，干500倍也没吃到，看来这台是需要吹一下的、哦。哎，丢一个吧！再来！丢啊！还不错啦，没有开那个机票就不错了。基本上我们这样拉大注码了，基本上免油啦，开的还算不错。这种时候的话啦，我个人是会追的哦，因为可能也是打久了，所以比较敢冲奖金游戏。那各位观众最好还是就是看一下自己的那个携带子弹的状况来去做当下的那个决策。哎，有了，中，给力，再消。漂亮啊！哎，呜！补分了，再消一波啊！消个2倍就好了。雅姐，哎呀，有了，靠！还补贴200倍呢，嘿嘿。那各位观众一定可以听得出来啊，我今天的声音就是还在宿醉啊。前几天呢、啊，哎，哇，真的是要把我宿醉都弄醒呢。跟你讲啊，赛特，我进入状况了、啊，漂亮，黄色有没有？没有。靠杯，他丢一个，我宿醉都醒了，真的是哦。本来还在有气无力的说，nice， 哦，放跑，来，你们说有选台有没有差、啊？有选台绝对是有差的啦，尾刀台，或者是说，一般你要再看。选怎样的台，不知道观众你都可以那个私讯我吧。像他爆完大分啊，后面的话我会继续的看一下50转内还有没有东西可以熬。那基本上啊，这一部影片我会先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因为影片时长的关系，我也不想就是一次剪太长的片啊，其实蛮累的。上班了，然后下班又还要回家做 YouTube 来那个斜杠一下。哎，感谢各位观众的体谅，我会尽快的就是更新你们在要求敲完的影片，然后以及我一些平常日常打赛特或是其他电子游戏或百家的一些玩法，或者是说我自己经验都怎么样去跑这个排路，还是说讯号上怎么样抓比较不会像是那一种哦，网络上你可能看到像在全小全大的那一种啦、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讯号就真的
就真的不是 100% 准的、啊、因为如果说电子真的有那个讯号什么的，就不用再去看什么摇度分了嘛，就买那个讯号你就会中了。那这样大家还在那边怎么讲，我缴那么多学费干嘛，对不对？干，我是之前啊电子啊妞妞啊还说什么白哎寄免邮漂亮，呼，学学学，再给我拖一波百倍的吼，真的是要来回馈观众啦。电子啊讯号虽然说是都不错啦，哎呦喂啊，丢丢一个丢一个压起来吧，看连小蛇，哇操眼睛，哎丢一个吧，干操鬼消还不丢哦，太扯太扯，心脏都要卡住了你知道吗，干那个丢下去就干，如果一百倍的话就直接那个嘞，直接起飞下课停更一个月，哦 shit，这一百倍如果我刚刚消眼睛消什么的都来哦，真的是要停更新一个月了，你知道吗？不错不错，不无小补啦，又补了个一万多分。OK， 那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啦，这是这个影片那个集数的第一集。那各位观众如果有想要看后面的集数的话，都可以到我的频道主页去找。那今天日常赛特第一集如何选出爆分台，大家也都看到了。想知道如何选台的朋友，欢迎再加入我主页的联络方式。那大家一起进群做交流，或者是你们要私讯我都 OK。OK， 那先到这啦。下部影片再见，拜拜各位。